美术生的高光时刻，咔！我的最长，我最长，我最长。好了好了，你别吵。收回自己座位吧，我今天做饭画。梅子，上，看他这个鼻梁是不是就很高？是啊。干嘛呢？别动。橡皮。老师，这。我的课你连个老人头都不愿意买？老师，我笔盒里有。老师，这是他的笔盒。哟，看看。梅子上我的课都是切樱花，看看人家多细节。3 hours later， 梅子，来，过来看看。哦，原来我侧面长这样啊！这是哪儿？眉骨。眉尾。眉弓骨。哎，对了，这是眉弓骨。你们是不是私下不摸头骨？摸呢。我可没看出来。梅子，来，我问你。这是哪？是颧弓和颧骨。哎，对嘛，这才是末了嘛。